有用佛山观音庙，春季祭拜祖先的祭祖大典的日子，祭祖的日子，你看，有大游览车接驳车在载，底下那边停车场还停了数百辆，好几百辆啊，轿车啊，正前方是宝光殿的大佛王母圣殿，你看看，有看到弥勒祖师像。王母娘的大佛塔，王母圣殿，王母圣殿啊，然后有观音的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啊，都很庄严。中间那一条路走上去到后面，到那个观音莲宝塔，观音宝塔，祭拜祖先的地方。